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有阿多话。我今日带大家去到大埔中心同太和站中间嘅荔和阁去参观。荔和阁位于大埔嘅翠和里，系一座单栋式嘅楼宇，1991年入伙，提供共232户嘅单位。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系一个实用410尺两房嘅单位。单位开门系一个长直厅，眼镜房设计。空间感都好足够，所以摆位都可以好灵活。两间一大一小的房间，间隔好方正，都一样可以摆到双人床同埋大衣柜。玻璃窗都好大，所以光线都好充足。窗外望出去，可以望翻大埔中心嘅市景。非常之开扬，全房面积适中。如果装修一下，加咗 L 型嘅橱柜，就有足够空间可以安放厨房嘅杂物。洗手间而家系浴缸设计，亦预留咗位置可以安放洗衣机。睇完影片，如果大家对单位、屋苑或者大埔区其他楼盘有兴趣嘅话，欢迎攞翻我，多谢各位。